Hello， 视觉心动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子浩，我是晚山御界。吴子浩带着新任晚山御界来到我们摄影棚，聊到两大帅哥私下的互动，原来他们的内心。平常我会教他一些东西啊，然后他都会比较认真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突然这样讲话，然后四目对焦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会害羞一下，吓一跳的。对对对，因为你知道，因为毕竟有一个这么帅的师弟，你知道，身为师兄我也是很有压力，但是又被他电到，这样我这个情绪好紧张。我们当家主播身兼导演，现场要他们来一段即兴演出。吴子浩变大老板，而晚山御界变成小女生玉子。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台湾，一定很辛苦吧？玉子好害怕，独栋要对我干嘛？疯子的心怦然怦然的，吴董就这样子看着我，教我怎么样缝包包。让我们两个，我们一起缝包包。哦，太好了，很好。天哪，看着小记者我心花怒放，才刚踏入演艺界的晚山御界忍不住说，第一次，是应该是说演戏也是第一次，可能公司见跟他见面的时候会尴尬了一点，尴尬了一点。对，好啦，回到正经的时刻，晚山御界平常是怎么学中文呢？我看台湾的连续剧，然后学中文，然后有一些的比较生活上的字。对，中文说得不错耶，报道。